什么？李哈哈又吃贾玲泡的面？面，我只是贾玲给我泡的。又不好好吃饭，五分钟之后开饭。哈哈，吃饭了。爸，我在换衣服，别进来。地毯怎么在外面？这么多纸，还有鸡爪。啊、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在门前把纸垒起来，然后在把手上绑上鸡爪，并且提前录上音。我一开门就会触发机关。爸，我在换衣服，别进来。走的时候再把地毯拉出来，这样就天衣无缝了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许乱吃零食。爸，我不敢了。给你最爱的炸鸡吃吧。爸，你真好。零食怎么吃得饱？以后想吃什么跟爸爸说，爸爸学着给你做。